是非，清晨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愿违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损真取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开宿命一往无悔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，心不着尘灰。缱绻流年，共盼长乐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观看长乐曲。陈守节府中只查到了一节锦绣坊的布料，具体是哪年的图案我还得再去确认一下。事不关己，很好，景林。是大哥领，属下这就把这封符押入内卫府18层牢狱。谁说要带回内卫府？把云雀姑娘带回神府安置。啊！云雀姑娘，请吧。小姐，神府的丫鬟求见。小何，夫人，您快回府看看吧。大哥林早上一走，那云雀便换了副模样，您再不管管，便要翻天了。你们把这个瓷瓶搬到那边去，擦一擦前面的那个灯了。夫人，你看他，全府上下都被他折腾半天了，他连大哥领都能认错。大哥领看他可怜，好心收留。他倒好，真把自己当主母了。还是要跟大格领府的相称为好啊。你们还是要多出去看看，这样出去做软垫的时候心中才有数。后院的草清理了吗？大格领交代的书架擦了吗？那还不赶快去。我吩咐他们不止前厅就不算正事了。云雀姑娘，您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严重了，您吩咐下人办事自然应当办好，可是我们领的是神府的银子，为大哥领办事，首先大哥领交代的事情我们要先安排好，您说是吧？那布置的事明日再说。沈管家，你把府中的账册整理整理给我一下，我正好看一看。抱歉姑娘，神府的账册只能由府内的主母查看。哟，夫人，臣启安康。沈管家，您今日为何？夫人，早晨忘了问候夫人，罪该万死，请夫人责罚。责罚？依神府家规，府内家仆必然要向夫人晨暮请安。女眷也要向夫人施礼敬茶，我第一天进府中之后就牢记于心，神府不养无礼数之人，今日老奴失礼，夫人就是把老奴逐出府外也是名正言顺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给沈夫人敬茶吗？我敬就是了。夫人喝茶。夫人，
现在茶也喝了，规矩也立得差不多了吧？那咱们就来论一论道理。是大格岭让我管理府中事务的，我自然要尽心尽力。莫非夫人想跟大格岭唱反调不成？云雀姑娘刚刚是说想看账本是吧？对，你既然想看，那索性把下一季的账都管了吧。这夫人，你是说所有的账都交给我管？嗯，我本来对此事就不太擅长，云雀姑娘既然愿意分忧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夫人，沈管家，还麻烦你把账本拿过来交给云雀姑娘。近日我有公务在身，内院中大小事务一律都由云雀姑娘定夺。云雀姑娘，辛苦你了。夫人，您要三思啊，郎君也是一时眼花，必然是被那个外边的狐狸精使用鬼域伎俩哄着带到家里来的。您放心，在他心里第一夫人只有一位，另外我们大伙儿也站在您这边啊。沈老管家，真的跟云雀姑娘没有关系。夫人，您别把老奴当成糊涂，要不是被那狐狸精气到，您何至于搬回娘家去住啊？谁说我要回娘家住了？哦，我这几日查案事务多，恐怕要在刑部熬到挺晚的，我就先不回来住了。您别管我了，走了。这如何是好啊？这个有话就说。大哥岭，您不在府的这些日子里，云雀姑娘她天天换这个瓷盘换那个绣布的，钟叔天天和她对呛，我今日还给我下了死命令，说如果我再不把您和夫人带回来，就不许我回府了。钟大管家其实和严六娘这么好了，大哥令，您能否给属下一个明示？一开始我以为您是心悦云雀姑娘，可自从您把她带回府之后，您就再也没回过府。这我该站哪边？请那位公务很清闲的，显然开始操心起我沈某的内务了。卑职错了。起来吧。几日后的安防布置的如何了？回大哥岭的话，都好了。灵台秘书省的安防现在已经完全由我们内卫府来接管，原来的护卫已经调去支援胡文馆一良人那边了。本次恩科一共三天，每名考生逐一搜寻。江郎行在哪？哎，那正好，我们赶紧收完就回家。江郎行。徐帅让我们给你传个信，你听好了，上头最新指示再三强调事关重大，此次招考要疯得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一页书也带不进去，听懂了吗？哎，哦，你说太快了，我没听清楚。哎，扯，你稍微说的慢一点。而且徐帅不也嘱咐我们了吗？想让我们多勘察一下，看看安防有没有疏漏的地方。还要勘察一下？哼。两位，要不随我进去看看里面几道门，内院我们也设了关卡。哎，锤锤，要不，哎，你们两个先进去吧，我在这等等我五哥，看看他什么时候过来。哦，对哦，你五哥也过来出事？不说了。好吧，去吧去吧。江古板，快点儿！哎，月老不好当啊。劳烦，请问您能帮我找一个人吗？潘池。你找的这个人，他确实是在中士名单上，但是到现在
还未登记应考呢。阿盼，你真的放弃了吗？谁说我放弃了？阿盼，真的是你，你来考了。那天啊，我酒醒之后，想了想你跟我说的话，难得弘文馆向所有人招录，我这满腹才华，必须得惊艳一下那帮腐朽的老夫子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绝世的好文章。恭喜恭喜，那就祝你一举高中，榜上有名。你既然也叫潘池，和民间第一神探同名，必是一样的优秀。今日一看，更是容光焕发。那是自然，我这随便捯饬一番，必定是英俊潇洒，艳绝香鞍。这玩笑归玩笑，你的脸色可不太好，这两天可是又醉酒了。我这几天忙着查案子、看卷宗呢，但毫无头绪。你说的案子，不会是那什么扑棱蛾子的案子吧？你知道？自然是知道，全城都知道，传得神乎其神的。不过依我看呀，你就别只查卷宗了，你得多去问问人。周边的人我都问过了，当事人一个死了，一个疯了。那又怎样？干我们这行的，最不惧怕尸体。这死人身上好东西可多着呢。再说了，这疯子说的话，也不一定说的全是疯话。这笔锋是父亲受伤前的笔迹。沈大人年轻之时，笔锋如剑，遒劲恢宏。这后来呢，却是笔锋藏拙，古朴圆润。老朽也是练了许久，才能做到笔迹如出一辙呀。果然是伪造的。若真是了解父亲书法的严博士陷害，必然不会使用错误的笔锋，伪造之人另有其人。阿盼，谢谢你，经过你的提醒，我似乎想到了别的办法。我？我可没提醒你啊。夫人让我好找啊。不在刑部议事，怎么跑这来闲聊了？大哥领，我来此是有公务在身，你管好你内卫府分内的事就行。我每天干什么去哪里，轮不到你插手。刑部的事情我管不着，但如果是夫人的分内之事呢？后宅乱作一团，你作为大哥领夫人，理当回去管管了。回府。啊，你是不是妄想和夫人平起平坐，共侍一夫啊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进沈家这门。这可由不得你。我再说一次，把账本给我。大哥领，夫人。郎君，把夫人接回来了。这古话说得好，
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这才能白头偕老呢。沈管家，我有点饿了，你要不去厨房看一下今天的菜？好嘞，马上去。云雀姑娘，你别跟老管家吵了，你不用担心，从我成婚第一天起就跟大格岭约好了，日后和离。这账本早晚是你管。和离？大格岭这么好的男人，夫人还不珍惜？大格岭一表人才，玉树临风，谁若是看不到这一点，谁才是真的有眼无珠呢？多好的一个姑娘，可惜眼睛不好使。你笑什么？难不成你觉得大格岭很丑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云雀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看这已经没我们什么事了，还是赶紧离开为好。你别拉我。那你自己走。回府住吧，毕竟我们……我明白，我不是你心里那个人。若是被外人知道，徒增口舌。等忙完案子，我会回来的，不会给你添麻烦。太后，今日抽中中士侍疾，我等奉旨拆开，题为赏燕归祭色，观香安盛景，文才不限，诗赋尤佳。禀太皇太后，臣等阅卷三日，已定下弘文馆最终招录的名录，请太皇太后审阅。考卷已按评分名次摆好，上面第一篇就是本次第一名程伯简的文章。这潘池就是最后一名？正是。婉儿，你把这最后一名的给哀家读读。高松直山脚，矮苗生峰顶，以苗近寸茎，遮松百尺条。哀家觉得这最后一名的文采也是斐然呢。这潘池倒不是输在文采上，而是有些偏题。这些哀家倒是有些听不懂了，婉儿，你就给哀家解读解读。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此考生是以燕归山脚，高大的松树喻指寒门才子，以山顶低矮的小苗喻指世家子弟，因生来地势就高，
镜寸之苗却能遮盖百尺之松。我看这燕归山的景描写得很妙啊。接着念：仰天大笑去，高步踏神州，贵者虽自贵，无事若尘埃，见者虽自见，谁言不谦君，朕一览群山，濯足于长河。安池我不仅要考，还要撕下你们丑恶的面皮。我看你这心思啊，根本没在棋盘上。你是不是想问哀家呀，为何明明看出了弘文馆选拔有阿扎行径，为什么还通过了原定名单？臣原本确实想问，但刚才已经想明白了。这个潘池虽文才斐然，但个性太冲动，所以本就不适合为官入仕。哎，这次考试本就是试水之举，才子选拔积弊已久，朝中官员有许多牵涉其中，已经是固若金汤一盘死局了。我纵然想动这盘棋，也得看看合适的落子时机。朕一览群山，濯足于长河，此文写的大气磅礴呀，借景讽今，暗示有人借不拘门第公平选拔之名，行打压寒门固化门阀之实，好不痛快。行了，你都夸你这好友夸半天了，那人家确实写得很好嘛。阿潘不只是与民间第一神探同名，他还很可能就是神探本人，八九不离十了。严淑丽。哦，徐帅托我告诉你，你让他帮忙调查陈守杰履历一事，有眉目了。陈守杰他确实参与了侦办陈火娥一案，而且还因此获得了晋升，只不过晋升之后不久他便疯了。原来陈夫人死之前他就已经疯了，火娥案跟他一定还有勾连，是我没有发现的。不行，我得再去一趟陈府。圣都，没事吧？小心！
起形势虽与那日不同，可射出的招式却极为相似。你受伤了？无妨，小伤。你怎么会一个人来这儿？我来找人没找着。你流这么多血，怎么可能没事呢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我才没有关心你。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我总该对你负责吧。老爹可真是糊涂了，店铺明明关得好好的，还非要我过去检查有没有失窃。你还想跑？我劝你不要一错再错，我可是刑部女官，你若是自行告罪，盗窃之罪或可轻判；可你若是杀了我，那可是重罪。多管闲事的婆娘，去死吧！哎，是你啊？什么人？巡逻的是一良人，我们为什么要躲啊？啊！我不想与宫门中人打交道。啊！你忌讳与宫门中人打交道，又武艺高强。哦，我知道你的身份了。你是路见不平的江湖英雄吧？夜晚戴上面具，化身秉公义士，行侠仗义，做好事不留名那种。算是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能走，你杀了人。怎么？你要抓我报官？我杀的可是杀你的人，你就是这般对待救命恩人的？论大仓律法，夜晚无故行凶杀人，反抗殴击行凶者致死，便可不论刑责。可是，你也不能这么一走了之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帮你放水灯呀。小时候，我阿娘就常带我来放水灯。阿娘说，水灯能够随波逐流而去，可以消灾消病，还能够把身上不好的东西都给去除掉。虽然你是为了救我，可还是帮你放个水灯，消除一下杀业比较好。不必了，我不信这些。信则有，信则灵。小时候我也不信，所以放得十分敷衍。后来
我阿娘病得越来越重，离开了我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够认认真真的去放每一盏水灯，是不是老天爷就会随了我的心愿，让阿娘一直陪伴着我。就算放千只万只水灯，该走的人也还是会走。今生今世，他们早已打定主意，只肯陪我们走这一程。改变不了，一切都改变不了。哎，哎，鬼面。大哥岭，那匪徒在深巷自缢，查不出身份。自缢而亡，既然要灭口，就不会想让我们查出身份的。下去吧。是。大哥岭，真的不用叫大夫来瞧瞧，不用上药？多嘴。不必。谁说不必了？上药。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吗？我看你神色匆忙，总不能是赶着去休息吧？那当然不是了。我是想着，如果是给你上完药不算太晚的话，我还可以去刑部整理一下案情。案子这么紧，半夜都不能休息。那我不是想着早点破案吗？熬一夜也没什么。但是我受伤了，难道今晚不能留下来照顾我吗？算了。不用你照顾，忙去吧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谁说我要走了？你是因为救我才受伤的。我若是现在走了，那老天爷都会觉得我没有良心。那万一到时候一道雷劈下来，那我不是冤枉我？长夜未央，月色映西窗，你眼中藏匿着星光，一触碰心恍若烛影摇了又晃，越在意的越深深隐藏，叶落泛黄，思念又浅航，岁月像诗章，浪漫也忧伤，两颗心在朝暮之间碰撞，拥抱来得猝不及防，想和你对影成双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，穿过了疾风骤雨的阻挡，想要做你的月光，应该是扯到伤口。每一个天亮，我多想。
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，想和你对影成双，想和你聊聊不相忘。别分神，帮我好好帮我。哦，好好。想和你对影成双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，穿过了疾风骤雨的。可能刚刚是我包抓的不够好，现在好了。嗯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，想和你对影成双，想和你两两不相忘。云和海总有交汇的地方，想陪你地久天长，等青丝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。主上，主上饶命，属下已探听到一良人那边也按寻常盗贼货物案处理，都未报到刑部。废物，还利索点的人去办事，若再失误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属下知错，谢主上不杀之恩。刑部的那个陆锤锤，谁都不许动他。是。下去吧。这帮愚昧无知的草包，区区一个火蛾戏法便可搅得天翻地覆，用不了多久，这大仓你先起来吧，去前厅吃点东西。人受伤了，就更要多吃点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身受重伤，行动不便。去前厅太麻烦了，我只想躺着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待会儿去把早食给你端过来。夫人呢？严府来人，请夫人赴宴去了。他交代大哥领您伤重，不必与他一起赴宴。我要我们好好伺候您吃饭。下去吧。是。大哥领，我
什么事？我查到了，那个韩世元可不简单。六娘，大爷，我和韩郎一定于下月成亲。我以茶代酒，敬三姐和韩郎君一杯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此前我有急躁礼数不周的地方，还请你们原谅。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快坐下说吧。哎呀，我们严府今年呀，真是喜事连连。墨姐考入了弘文馆，六娘和采薇呀，都找到了好的归宿。嗯，六娘，你最近怎么老回娘家呀？是不是跟大哥令闹不愉快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在沈府挺好的，就是前几日吧，那个厨娘请假回家了几日，饭菜有些不合胃口，我这不回家来吃饭吗？那没事就好。外面传言啊，说你只要一回娘家，大哥令就来绑人，这状态吧是有点吓人。可你上次回娘家他没来绑人，我反倒觉得不安心了。啊，嗨。老爷、夫人，大哥令来了。哦。大哥令。大哥令，请上座。夫君不是行动不便吗？岳父家宴，不可不来。是啊是啊，大哥令，里边请里边请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竹林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青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口吻诉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